我们在古嘎那几个木薯，所以我用 Pro 多久？十二十三年吧。然后我的 CPI 已经 CLKO， 然后我用 Pro 写过很多有没有的东西，包括 BBS extension 啊 ，Version Control System 啊，然后 Ticketing System 啊。我现在工作的公司是 Best Practical， 就是如果你知道 RT 的话。啊！你跑到 Best Practical 已经好几年了，哇，四五年了，搞那个，所以你如果有在用那个 CPAN 的话，或者是有在开发 Core 的 Pro 的话，你就看到它的 Issue Tracking 就是 RT 到 Pro 跟 RT 到 CPAN， 那就是我们公司的产品。那它也是用 Pro 写 Open Source 的。然后最近的兴趣是用 Pro 写自动交易系统，然后已经不小心写整套很完整的东西了。所以不用了，自己用就好了，自己用就好了。然后就是，总之呢 ，Pro 可以做很多好玩的事情，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Pro。自动交易系统是金融的自动交易系统。当然了，不然是什么？哦，那个是去年很热的东西耶，就是算跟那个差个零点几秒再插入那个交易。那是 HFT 啊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哦，那是另外的东西。好，就这样吧，那等一下再慢慢聊。可以炒石油吗？啊，谢谢哈 ，Best Practical 也是非常致力做很多 Pro 公司。哎、欸，可是这样的话，你公司在国外对不对？对啊。那你就是远端工作。对啊。好酷。对，那个 Pro 的那个 RT 系统也是 Best Practical 在做的。RT 系统大家知道吗？就是它的关于 bug tracking， 如果你要拿一个训练 module， 然后你觉得它有 bug 的话，那你要 report bug 就会去 RT 加 CPAN。对对对。Best Practical 跟那个 Already 都是 Pro 后面两家很重要的商业公司。好，那讲大伟先生，就是很感谢主办人。哎、欸，可以等一下，我可以打断一下。哎、欸，要叫你讲大伟先生吗？还是你有别的比较好叫的名字？叫大伟就好了。哦，叫大伟好，那我也可以都可以。哦 ，David 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大伟，谢谢。嗯，就是在。到欧拉伊之前，我是在那个中央研究院金融中心呢，负责网络。那跟 Perl 结缘是在我的同事在 Perl 的时候，他有用 Perl， 就是把一些帮个研究所啊，把一些老旧的资料救出来。那时候我就注意到 Perl， 就后来就有自己在看书嘛。后来我在中医院做过用 Perl 做过传真系统。网络传真系统这样，所以我那时候就大概对 Perl 就有蛮熟的吧，这样，后来就到那个我 Already 来这边翻译，因为看书也是我的那个喜好。那个大家都知道，应该都知道哈，我发的信里面那个David 大伟他在那个 Already 做编辑，对。那所以大家等一下可以跟他偷偷问一下一些看有什么 Already 的内幕这样子，对，好。哎、欸，那个 Google 我刚有看到他 share 的照片里面有跟 Already 有关的，对啊，好，没关系，那我们下一位。对啊。我叫许家伟。什么？我叫许家伟，然后我的 CPAN ID 是学 SHE 的 Range。Shirley。然后，没有写过很多 CPAN 模型，就是基本上我大部分拿 Perl 来做的事情是做系统管理工作，因为在交大念书的时候是参加设计师还有副社长，那就那个社团主要会帮技中里面的一些设计师做一些处理这样子，那所以我基本上用 Perl 是从系统管理起家，但然后，后来还有用，后来我去其他的很多公司念书，当一阵子工读生，然后在那边学用 Perl 写网页，所以我基本上用 Perl 就是这两方面。那我现在在达光电当，在哪里？在台达光电所。台达光。光电所。光电所。对，当研究生。那主要工作也是用 Perl 做一些系统管理跟程式开发。哎、欸，所以你现在人在台北吗？还在新竹？对，我在台北。在台北。在台北。好。
好，哎，站起来，谢谢，刚才忘了请你。我是 Dryman 陈仁前，那我现在是台大机械系五年级。那我自己平常是用 Pro 写一些小程式，就大概就，有一些做数值日照先做 prototype 之类的事情，就先用 Pro 来先写一下，然后再改写成 C 那样子，然后是做这些。谢谢，好。大家好，我是世宇，波大，然后现在。哎，站起来，谢谢。在那个现在是在那个五方图后面那间公司做一个工作，那平常主要工作内容就是包作业系统版本这样子，就帮客户做定制一套他们想要的作业系统，然后把一些硬体相关的 driver 都准备好，就让那个五方图那个 custom 买过的五方图装进去之后，他的硬体都可以正常使用，大概就这样子。哎，那你跟客户的关系是？跟客户的关系就是，其实我大概十年前左右开始学客户，可是一直都没有写什么东西，然后就是一个很嫩的嫩咖这样。哦，是哦。跟大家学习。好好好，好，那另外我们一个迟到的大头。哎，等一下，那 Guga 在分享日本的东西的时候，请你也一起上台，因为我知道你有过去。我有去。哎，哦，对，还有西游高也是，你也不能跑掉，对，你们三个不能跑掉。跟特罗这边其实还蛮妙的，是我本来不是资讯，然后我大概在大四的时候转资讯。你是谁？那我叫西九四，我开的是西九四，那大家可以叫我右岸这样。然后后来是因为就是朋友的关系，所以就知道你们这个人。之后才可以学，然后有一天就很奇妙在 IRC 上面那个 CEO 高就敲我说要不要来过来他那边工作，我说好啊，然后我就面试，然后就去那边工作，然后就开始一直写代码，然后现在，然后我现在就乱接一些案子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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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大家等一下可以那个什么最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讨论完了，大家应该希望会留下很多时间，让大家可以再多聊天，然后对多发名片。那大家应该记得都有带名片哈。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我想知道大家现在手上的版本是第几版？哦，好问题，大家要不要？但是5.13啊。我们都输啊。哪一本？就是学习手册，或者是那个另外一本。学习手册后来你出到中文版，出到第五版。第五版，那现在大家手上有的是哪些版本？第二版。学习手册薄的这一本哦，洛马书，洛马书。有没有比第二版更早的？有书套哎。有第三版，那边有本第三版。还有没有？书套是后来的。哦，有没有？还有谁有在那？来，这是第几版？这第五版。哇，最新的吗？最新的，合照之前都去图书馆借，怎么看怎么。有没有第四版的？有没有第四版？或是第一版？第四版，第一版是刘康明翻译的，对我编的。哦。谷歌哦。真的？你有翻哦？我不知道。它是以第三版为基础，然后翻的。我好像没有翻到哪一本的部分的那部分。那就是第三版。那是 NPWP， 那个不是另外。哦，那是另外一本。OK， 那没关系，我们现在手上这个，等一下大家可以合照哈。那这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一本骆驼课本，我这个是第五版的哈。第三版，大家我刚才。今年听说消息，我去天龙书局抢下来的。大家有人有第二版、第一版的吗？只有第三版。正面第几版？这边写第二版。哦，已经有写第二版了。还有吗？哇！英文是价格中文两倍吧，大约。还有谁有带的是这本吗？没有哈。有第一版的吗？有第一版的吗？有第一版的吗？我回家看一下，我没有带了。哦，是哦，那就没有用了。我们等一下要合照。因为我大概有可能加起来有10本。真的吗？但是不完全都是欧莱雅。我其
几乎买过欧莱里，大概两三年前几乎买过他所有的书的，书啦，网路的，还有那个叫做什么的，丹内的，我都有买，丹内可能不是欧莱里，我忘记了。那所以，我今天是挑一本这本，叫《最佳食物》。哦、我觉得这本蛮重要，就是说，因为赫他很开放嘛，条条道路通罗马，可是他有很多陷阱。那你如果不小心，就很容易陷阱里面。那这个应该就是他本身的特色。最佳食物里面就是让你少犯一些错，然后不要被踩到的陷阱。所以我就觉得说，这本是蛮重要的。那我想说，因为大家怎么喝那个学习手册。大家都有带，那我们就挑一本比较比较冷门一点的，对，比较那个你们在图书馆借的，对，没有，我是比较不会犯涉及到一些那个不必要的错，所以我带中文版，啊，如果有需要什么PDF版、PDF版，我会。太厉害了！那我这里其实我这里还有一版绝版的，哇，这个是其实我学课的时候我不是。对，在十几年前的时候，我并不知道欧莱里。我第一个接触的时候是一本黑色的，不过那一本已经绝版，而且我已经不见找不到。它封面就是黑色的，好像写特圣经还是什么。那一家出版社好像也松格，好像是已经没有出了。然后这个是文库，然后它也是已经绝版，买不到。哎，但是。我觉得用黑色的跟用黑色的是我的入门，那本就有意义蛮大的。嗯找不到它。啊，另外这一本我是觉得这本也蛮好的，就是说对初学者而言，它有很多什么危险，然后这个翻起来比较怎么讲，符合我们要找东西的那个快速的方式。嗯那学习手册跟那个它可能是每次的那种风格还是。有时候我们要再进回去翻那个说，某一个重点的时候，可能方便性就没有这本来。所以说我今天带了这两本，只是可能很可惜啊，因为这一本已经绝版了。谢谢分享。好，那这样子还有没有要有什么想要分享的 ？OK， 那我们就先接下来就请。那个 Google 来 share 照片，还是西游高？你也有准备照片吗？没有哎、没有。那我想分享一个，虽然不是纯正的教师。哦。Gregory Treasure 速查手册。哎，这本大伟，你有印象吗？那本。原版的。也是你经手的吗？是我另外一个同事。你另外一个同事经手的。那因为这个卖这个。很难赚钱，后来就没钱。因为卖太贵，没人买。卖便宜又赚不了钱了，就是。这本最需要在很多的语言之间走来走去的人而言，真的是非常好用。因为现在主流的程式语言几乎都有支援正规表示法，可是实际上每一个人的内容都多少有一点小小的出入。都很麻烦，这样这本。以前我刚买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只有在写 Pro， 所以那时候买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这本书多好用。然后后来开始又写 PHP， 又写 JavaScript， 又写 Dart 的时候，就发现哇，这本真的太棒了。那本我也有一